火车特洛伊。你好，特洛伊，今天多么美好，很适合去村子里玩，不是吗？这里怎么会有沙，特洛伊？哦，艾德加说这些沙子应该是被卸在建筑工地的。我们需要一辆能够往各处运送大量泥土和沙子的车辆。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呢？你是对的，特洛伊，我们需要去汽车城找一辆新车来帮忙。太好了，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我们的新朋友了。看看这些盒子，特洛伊，每个里面都有一辆不同的车。哪一个会帮助我们修好路呢，特洛伊？你确定一辆垃圾车能把艾德需要的沙子运送到正确的地方吗，特洛伊？不，你是对的。让我们试试另一个集装箱。哦，你觉得翻斗车能做到吗？让我们把它带回村里就知道了。看，特洛伊，他来了。好吧，特洛伊，让我们开始吧。艾德加，嘿，艾德加，看看谁来帮忙了。让我们先卸下零件。我们忘了什么吗，特洛伊？当然，他需要他的翻斗。哇哦，现在他差不多完成了。你好，翻斗车，我们很高兴见到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伊森，欢迎来到汽车城，伊森。特洛伊，艾德加，伊森的工作是用他的翻斗来搬运重物。伊森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工作给你，这里有很多需要运去建筑工地的沙子。艾德加，如果你把这些沙子铲进他的翻斗，他会把它们运到建筑工地去。干得太棒了，伊森和艾德加。好的，做得好。特洛伊是对的，现在该把这些沙子运到施工工地去了，伊森。我们走吧。就是这里了，伊森，把沙子倒出来，填满那个洞。
哇哦，非常感谢伊森，那实在太棒了。再见，伊森，下次见。再见，朋友们，下次见。火车特洛伊，嗨，特洛伊，你今天看起来很开心啊。哦不，特洛伊，苏西有麻烦了，他需要帮助，否则他就会掉进水里。你能抬起苏西吗？你是对的，特洛伊，我们需要前往汽车城找一辆车来帮助我们。等等，苏西，我们现在就去寻找帮助。快，特洛伊，让我们造一辆新车来拯救苏西。看看这些集装箱，特洛伊，它们装着用来建造一辆新车的全部零件。哪辆车可以吊起苏西？起重机、消防车、直升机。好想法！直升机能够吊起苏西。他来了，特洛伊。让我们回去拯救苏西。好吧，特洛伊，让我们造好它，快！让我们先卸下零件。哇哦，太棒了！你好，直升机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赫克托。欢迎来到汽车城，赫克托。特洛伊，赫克托用他的螺旋桨飞行，他也可以携带东西。赫克托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工作。有一辆车遇到麻烦了，我们需要你把它带到安全的地方，你能帮忙吗？别担心，苏西，我们会飞的新朋友赫克托来了，他会把你救出来。好吧，赫克托，你能吊起苏西把他带回家吗？哇哦，赫克托，太棒了！哦，看起来苏西有一个轮胎漏气了，我们需要带他去汤姆的车库修理。我们在车库见。
你好，汤姆，这是我们的新朋友赫克托，他刚刚把掉进湖里的苏西救了出来，但他有一个轮胎漏气，你能帮助他吗？谢谢你，汤姆。谢谢你的帮助，赫克托，我们会很快再见。再见，朋友们，下次见。